编队就在那儿。你们是？我们是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这位是我们编队长。哦，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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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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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儿有什么事情吗？2天前你们大堂的电梯发生故障，踩断了一个老太太的腿，有这事儿吗？ 这都是没想到的事。之后呢，我们把电梯马上修好了，老人家所有的医疗费我们都做了补偿。另外，安监局还罚了我们。行了，行了，行了。你说的情况我们都了解啊。我们得到内部情报，说是这是一起人为设计的事故。可是因为涉及到很多的敏感的人和事，所以呢，我们现在是秘密调查，不能让其他任何人知道。人为事。 你们内部有人故意让电梯反转，还找人在电梯上配合，趁乱踩断了老太太的腿，还不用负刑事责任。编队，您告诉我这人是谁，怎么能做出这样一个伤天害理的事情呢？我去找他算账。行了，别放狠话，有法律在那儿呢。真是，哎，我给你沏点水啊。不用，就这个行。你现在让手下人把监控视频调出来，我要看。 完事之后呢，请你介绍一下，事发之时，你手下有谁在现场？好，那我打一电话。哎，不用打，把相关人等都召集在一起，我现场去会会就行了，就这么点事儿，一查就明白了嘛。哎，别走，这件事情出来以后，商场也觉得挺闹心的。这样，反正我们极力配合，好吧？等会儿到公安部尽量把人找出来。 乖乖搬就是。大家都把手里的工作先放一放啊！有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下，我先介绍一下啊，这两位呢是咱们省厅刑侦总队的两位领导。今天来呢，主要是了解一下前几天咱们这个电梯反转的事情。我就想问一下，当时那个时间段，谁负责大堂的电梯？ 这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啊！是谁就赶紧站出来，不要连累其他人。说话呀！咱们钱也掏了，黑锅也背了，是谁就站出来把事情说清楚不就完了吗？ 前几天。 电梯发生反转的时候，你在哪儿啊？我在楼下的足底店做足疗。哼，足疗。对。那你呢？我也在做足疗。你呢？我也做足疗。啊，足疗。那么，你当时也在足疗店吧？我没有。嗯，我在三楼做 SPA。哼 ，SPA。 你们两位也在 SPA 店吧？不，我们做足疗。哎呀，这个上班期间啊，商场的电梯出现了故障，可你们呢，却都在享受生活，这说不过去吧？不是，怎么会这么巧呢？你们都同事离岗了呢？经理啊，你说说他们这个样子，不应该吧？是不应该。 回头我再批评你们啊！哎，对了，那你们大家伙平时上班也常去足疗店和 SPA 店吗？不会，不会，不会。那前天为什么会在足疗店呢？你们都看我干什么？这。行了，不好意思啊，打扰了，你们接着忙。经理，我们走，去一趟监控室。好，好，好。 这个倒过去，再来一遍。继续放大。
杯，何警官。好，了解了。编队，去胡大军家里了解情况的同事来电话了，他哥一口咬定他妈妈是自己摔断的腿。这瞎子都能看出来，这一家人肯定是被收买了。你瞧瞧，这当事人都愿打愿挨，看来就这一个线索，还无法构成黄玉红涉黑的证据。我们不能贸然行动。对了，你把这些监控视频都给拷贝下来，带回去。是。视频你也看完了，工程部的人呢也都没说什么，我是真没辙了。别给我装蒜，说吧，谁让你干的？谁让我干？我没听懂您说什么。你把工程部的人全都调走之后，电梯就发生了反转，不是你干的，是谁干的？编队，我工程部的人都非常的辛苦，我请他们做做足疗，做做 SPA， 这有什么问题吗？杨大经理，你是不是想跟我玩没有证据那一套呀？我知道是你干的就行了。待我向你的金主爸爸问好，告诉他你这么干，你们家的小少爷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别高看自己，以为我要收拾你呢。告诉你，回去我就把消息散出去，就说是你给我提供的线索，看你东家怎么收拾你。郑主席，我，哎呀，干什么你啊？这是，吓我一跳，怎么了？穿成这样，病了？现在这情况有点紧急，车上说吧。什么事儿啊？那么急？不是让你在检察院对面的咖啡馆等我吗？这确实情况紧急，我想早点见你，看你有什么指示。另外，我有点话想跟您说。王四海最近有什么动静？王四海？没有啊，怎么了？我去跟黄永红的手下谈过了，暗示我们在监狱里照顾一下王四海，给他一个立功的机会。这个工作呢，肯定得你去做。不是郑主席，我不能做什么具体的事儿，比方说创造条件什么的，因为监狱里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只是起一个监督作用。熊副检察长，把我想成什么了？我能让你去干违法的事儿吗？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在合法的职权范围内的。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不让黄玉红这样的人在老张背后使坏。你说像他这样的人害张一伟，他是很有一套的，我们是防不胜防啊。明白了，你说吧，让我坐着。你能找一个机会到监狱去检查工作，你去了以后黄四海自然会找你，你记住了，不让你违反任何纪律，就按检察室的流程去做就行。明白，我这两天就抽空去监狱转转。行，那就这样吧。你还有什么事儿？对，有点事儿跟你说一下啊，就是张书记派来那人今天露面了。这人战斗力很强，反正有点像张书记，六亲不认。他上来啊，就抓住两个事儿，一个是他觉得黄四海减刑的程序有问题，要去重新核查；另外一个，就是他觉得我在这里头有猫腻，非说我这拨弄网络变相给我行贿。
这个事儿要让他查去的话，我可能就没法帮你了。哎，另外最关键的就是，如果他一味的非要查这个黄四海，黄玉红可能就认为是张书记故意的，到时候再把这个怒气再撒在这个一伟身上，那恐怕就不太好办了。这人叫什么名字？叫冯森。他呀？你认识他？岂止是认识啊，当年老张跟他是一个单位的，当时应该是他调的省里，可就是因为他爱人啊被罪犯报复杀害了，所以调走的这个机会就让给老张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老张现在的位置应该说是他给让的。那这个人怎么样？出了名的认死理儿，铁面无私，为了工作不惜一切代价。据说他儿子就是因为这个十几年都跟他不联系了，他都无所谓，继续一心扑在工作上。在那个玻璃县后来改成市了嘛，那市长啊都不如他名气大，整个官场商场所有的人对他是又敬又怕的。不过呢，他爱人被杀害以后啊，他就一直在找这个凶手，说是找不到凶手他不会再成家。从这一点上看呢，又是一个令人钦佩的正人君子啊。可是越是这样的人，这样的性格就越可怕，他们从来不会因为任何原因改变他们做人做事的原则。老张也是一样的。可是现在问题是，这冯森他跟我杠上了，他手里拿着尚方宝剑呢，张书记支持他，我总不能就跟他们对着干吧。熊副检察长，他是老张的战友，你是老张倚重的干将，当然不能正面冲突了。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虽然跟他路数不同，但也是为了保护老张呀，为了让他更好地实现他的政治抱负。明白了。不正面冲突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你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他对黄四海的调查。现在的问题是我阻止不了啊，其实我做这些事儿是为了帮张书记，那现在张书记派来的人又拿张书记出来对我，这就是一悖论关系。所以啊，就要考验你的智慧呢。小熊啊，大姐就拜托你了。行，我尽力而为吧。好吧，我今晚还有事儿，你先回吧，别太紧张了，天塌不下来。天塌不下来，俺地会陷的。哎，张一伟呢？他一会儿就来。您瞧瞧，您，您见过这型号的爹吗？哎，一伟啊，一会儿大家就到了，你也准备准备。我有什么可准备的？该干的我干了，不该干的我也干了，无非就是等着大家审我，对吧？哎呀，好了，去见了鲁春阳，他说了一些话，我不太好接。什么话？他说东川省第一监狱那边不但没有对黄四海有所照顾，反而还在查他减刑的事情，这让他们很紧张。
他说活死海减刑的事情没有任何问题，这是鸡蛋里在挑骨头，故意报复。老张那边我根本控制不了，还不能让他知道。是，反正他们想表达的就是他们帮了我们的忙，把乔毅强奸案压了下去，得到的却是相反的结果。我们不但没有帮黄四海，反而还在查他，是让他们很紧张。我们当然没有害他，怎么可能呢？人家查他肯定是正常程序，跟我们没有关系。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有些误解，他们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张书记可以控制的事情，因为毕竟都是政法系统的事儿。如果事情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但至少不应该向坏的方向发展。的确，现在就是在向坏的方向发展，所以他们有些动作我得告诉您。您看看这个，这个是鲁春阳他们提供的。这是网络上的，怎么在网络上就传开了呢？我一直让公司的人盯着，我们没看见呀。这是鲁春阳他们波动网上开的论坛，所以他已经叫人私下删帖了。如果他没有采取这个行动的话，恐怕在网上就已经散开了。这么说，我又欠鲁春阳一个人情了。可是问题是，这些他是怎么传出去的？你看，这都不像是局外人说的呀。还有一件更可怕的事情，这个叫万才妹的姑娘，本来我已经搞定了，但是我没有想到，鲁春阳手里有几张照片。这几张照片和录音不一样，照片的冲击力非常的大。如果这姑娘豁出去不要脸，说自己被强奸的话，那就是天大的麻烦，对张书记的影响就是致命的。什么照片啊？您看看这信封里。天哪，这。哎，你在前面找个地方停一下。好的。郑主席，您喝口水。这个完全是在害老张啊，是在要他的命啊！明明知道老张是一个两袖清风的官儿啊。他克己复礼都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就拿他儿子的前途，拿他老婆的事业做筹码来逼他就范。这个姓万的姑娘怎么冒出来的？是不是鲁春阳设计的？应该是乔毅的事情被通过某种渠道传了出去，导致他想模仿这件事情。这个姑娘先找了鲁春阳，然后鲁春阳又让他来找我。但是这个姑娘很有心机，没有把证据一下子都拿出来。等在我这儿谈好录音资料赔偿500万之后，没想到鲁春阳手里还有照片。郑主席，鲁春阳手里的照片没价钱。这都什么东西啊？这是讹诈，完全可以报警抓他们。郑主席，人家要是算准了，咱们不敢公开办这件事情，否则他真不敢。是啊。就是因为老张的这个身份，要是平头老百姓，他们怎么会？光脚不怕穿鞋的，人家就是算准了，咱们也得认啊。岂有此理！都怪老张，你说他，但凡要是懂得一点点保护自己，但凡为这个家多想一点点，这群人怎么可能就把他给拿住了呢？也不至于弄得我现在里外不是人吧？郑主席，您别生气，咱们。还是得冷静下来，把事情处理掉。录音呢，我从头到尾都听了一下，的确有很多话都一脸不利，但是并不能构成强奸，只是这几张照片麻烦太大了。这照片怎么了？就这几个表情就能认定他被强奸了吗？这完全不能作为法庭上的证据啊，这就是在想败坏我们家一伟的名声啊，太可耻了。就像您说的，如果一伟是平头百姓，就不会有那么多女孩往上扑了。正因为他有这个身份，才会有这样的麻烦。这个姓万的姑娘到底是什么背景？怎么乔毅的事情这么巧，就刚好就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了？所以不排除这是鲁春阳做的局，
万彩妹的出现和网上的帖子，这些都是信号，在显示他们的决心和能力，以此来逼迫您赶紧想办法帮他们解决问题，满足他们的要求。黄雨虹这个人真不是一般人啊，他的手下也不好惹，我算是看清楚了。这样，不能急，得缓一缓。你不是熊少峰介绍的吗？你就跟他们说，熊少峰正在想办法。他们知道您在成州地区人民检察院的影响力，为了表示诚意，他给您下面的人都支付了报酬。报酬？什么报酬啊？我怎么不知道？说是给了1000万。给谁了？熊少峰。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不可以。怎么了，郑东兴？什么怎么了？我们不能收他们的钱，他们不能给我们钱，不能要他们的钱。应该没关系吧？又不是给您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先别说这个事儿了啊，咱们也快到了，你记住，见了老张这件事情千万不能漏一点儿，如果漏了，那就彻底炸了锅了。我明白，咱们就事论事，不计其余。小陈，哎，你好，陈秘书。领导，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负责一委案子的邓耀先，邓女士。哦，你好，你好，你好，坐吧。哎，哎，老张，就这五个人吗？不，还有人没来呢。我说，干脆咱体育场里开得了，那儿坐的人多。您生怕知道这事儿人少是吗？张一伟啊，我知道我说的话呢你是不愿意听的，没办法，我就特意请了一位最铁面无私、能力最强的检察官过来，他是不会给任何人面子的。这个人你们也都认识，老熟人，请他来判一下这件事，好让你们心服口服。再铁面无私，那也是张书记您的人，您指哪儿，人家就打哪儿。张一伟，你气我没关系，但是以你自己20多年的人生经历，你觉得你说这种话是负责任的吗？啊？如果你觉得你讲的是客观实际，那么好，我现在请你举出一个例子来，哪一件事情像你所说的那样完全没有公平正义，只凭权力说话？哎，牵扯到任何人，我可以马上电话核实，请讲。你又上纲上线了，你们。阿姨，哎，那个今天你不用打扫卫生了，放假回去吧。啊，明天再来。好的，饭都做好了，在火星人集成灶上。哟哟，阿姨。走啊！走了，给我们做饭去。来了来了，快请进。别人做饭不好吃。哎呀，行了，别皮了，快进来吧。哟，哎呀，嫂子。嗯，来来来，老熟人吧，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省检察院巡回检查组的冯组长，也是我的老战友。我张有成能有今天，应该说。哎哎哎哎，老张。别把咱俩搁一块儿啊，咱们的颜值是不具可比性的啊，我跟张一伟是一波的。冯叔，咱得有2年没见了吧？可不，您倒是一点都没变。您再瞧我爸那脸，跟被施了魔法似的。这20年你变化也很大啊。哟，这么丰富啊，茶话会啊。这坚果谁买的？我买的。您吃点，冯叔，有营养无添加，对身体好。补补。你让我补补，还是说我是老骨头啊？啊，行，吃。哎，少雪，你也给冯组长介绍一下。啊，好，冯森，这位是邓耀先，邓律师，先生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大律师。哦，今天对战的是咱俩是吧？冯先生，手下留情。坐坐坐。老张，你今天这阵势本身就是违背你的讲话原则啊。怎么了？这么多大人物来，
TEV 站台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那可不像930谋杀案沈广军断了胳膊还喊冤呢，没那么多人替他想办法。你说的这个人民的正义，可别被别人理解为是官僚的正义哦。这可算来一个敢跟太上皇讲道理的。冯叔，您这个厉害，牛！厉害什么呀？我儿子10年没跟我说话了。老冯啊，你刚才讲那个话可不对啊！啊，沈广军这个事情，我们动用了上百人的专案组，谁说没替他想办法呢？啊，即使他入狱服刑了，他妈妈这么一闹，我们还不是把你这么厉害的高手又派到城州去做卧底吗？我们这也是在帮他想办法嘛。至于说张一伟，我们不是想给他开后门照顾他，而是因为他面对的事情的认定上边是有歧义的，这个你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跟一伟解释，他无论如何不相信，所以我只能请你这种专业的权威的人士。行了行了，老张，你太认真了。法律不外乎人情嘛，原则是要讲的，但老朋友家里面出了问题，我再以讲原则的名义来退避三舍，那就没人味儿了，是吧？就是，那就开始吧。沈广军是人民，张一伟也是人民，不能为了什么清廉自律把自己家孩子就另眼看待，对吧，文森？没错，嫂子，我收回刚才的言论啊。那你说，那我们就开始吧。好，边吃边聊，倒点水呗。对，我去加水。整个情况就是这样的。好，这个一位当事人呢已经详细的讲了案发的情况啊，邓律师也表达了自己的法律观点。总的来说呢，这个案情已经很清晰了。第一，俩人肯定发生关系了，这个毋庸置疑。第二，对于是否强奸的认定，女方的笔录有相互矛盾的描述，而我方完全不容动此事，对吧？至于刚才说的什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张一伟要戴个什么耳机听什么音乐之类的，我个人建议就算了，这一听就是捏造的谎言，这属于小伎俩，不但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反而会弄巧成拙，失去法庭的信任。像这种点子，只能是低级的网络喷子在互相掐架的时候才会用啊。本案中啊，乔小姐，其实他对于前部分的事实是认同的，是同意的。也就是说，在他们进房间发生关系之前都没有问题。如果没有人报警，这完全是一段非常成功的恋爱。至于后面发生关系，那是一见钟情的结果。没错，冯叔，我觉得您说的全对。但就这事而言，我之所以气愤，是因为咱在这方面不是新手，不可能犯那种原则性的错误。本案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乔小姐在整个过程当中向张一伟提出了结婚的诉求，张一伟没同意，那乔小姐就不同意继续下去。你会娶我吗？开什么玩笑，太扫兴了吧。行了，不想继续了。我认为这个细节不重要，因为在司法实践操作当中，如果乔小姐她报的警，她一定不会承认前妻行为是自愿的，她会把整个过程描述成非自愿的，从而构成强奸。如果乔小姐愿意如实的陈述整个过程，那本案会存在很大争议，因为一些办案人员会认为，既然接受了性行为，后期或者中间过程拒绝，那很容易给男方造成错误的认知啊。根据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应该疑罪从无。大家听明白了吗？冯先生的意思是，只要乔小姐没有全盘否认，一伟就没有危险，对吧？是的。如果乔小姐全盘否认，那一伟你只能认了。但是从这个之前的监控录像和笔录上来看，乔小姐是同意前妻行为是
自愿的，但是不能排除再问的时候会后悔。因为毕竟事发突然啊，一个年轻女性突然被叫到派出所啊，她的情绪会影响她的表述。嗯，您是说人证不可靠？我说的意思是，乔小姐的证言非常重要，但她的证言不一定稳定，所以我们要防备着她手上还握着除了人证之外的其他证据，那就是书证和物证。因为强奸案件不是民事诉讼，是刑事诉讼，属于公诉案件，不可能私了。从这个层面来讲，万一存在书证，只要有人提供证据来证明张一维真的有强奸事实，那即使是乔小姐愿意亲自出面来证明整个过程都是自愿的，法官也有可能会认为她是受了某种胁迫而改变证词，法庭不一定采纳。那个现在唯一可以作为书证的呀，就是手机。那个乔小姐的微信里的确是有让白小莲报警的记录，就这一点是最被动的。但是据说他们俩的手机都被销毁了，这是原始证据啊！原始证据没了，那个有力的书证不也就消失了吗？嫂子，郑主席，你低估了人的复杂性。就算是手机被销毁了，但是根据你刚才说的情况，不排除有高人会指导他们，让他们把手机里面的相关文件事先公证，把电子证据固定下来，然后可以再把手机销毁啊。你们想想，有这可能吧？所以啊，现在最要紧的事情是张一维要找到当事人乔毅和白小莲，看看有没有可能来确认一下手机里面的相关文件没有被公证。另外，见到乔毅，好好聊聊，把关系处理好，让他不要再做不利于你的事情了。行了，我的分析完了。一维，听明白了吗？嗯，知道。那个辛总已经帮我约好了，明天白小莲有个新书推广活动，我直接过去找他。嗯，什么时候吃饭呀？吃饭？那我去看看饭。哎呀！老张，嗯，我可得提醒你啊，张一维的事儿可能没那么简单。另外啊，围在你身边这些人，也不一定个个都是真心为你好，也可能就是因为你官大。多年不见啊，还是那风格，肺腑之言听着倍感亲切啊。一张臭嘴而已。哎，我现在就真希望我的身边多几张像你这样的臭嘴。你知道，身边无伟人，我说的再对，张一伟他也不会相信的。哎，还有他身边那个油头粉面的什么邓律师啊，没少出馊主意。嘿，今天你要是不来的话，他们还不定干出什么傻事来呢。老张，其实这些都是小事情啊，现在最重要的是沈广军的案子必须要查出真相，还有白天我跟你汇报那个黄四海的问题也非同小可呀。啊，就现在看黄雨虹对你围攻的这么疯狂，我基本可以肯定黄四海身上可能不只是减刑的点猫腻，很有可能像方小玲说的，他不是过失杀人，而是故意杀人。黄雨虹有可能为了隐瞒这个，那下了大功夫，动用了很多关系，除了在你周围营造出无物之阵之外，很可能上面也会给你施压，你要顶得住。
放心，我连夜研究案情，争取尽早突破。一维的事儿啊，我觉得你不妨让他自己先试试，找那个女孩好好聊聊，没准儿就解决了呢。另外，今天那个邓律师啊，我觉得他眼神不太对，好像心里有事儿，很可能他想借着你的招牌去闯自己的名气，小心点，别让他把小事情给整大了。好。哎呦，你不知道，一维这小子真是把我给愁死了。黄思涵过失杀人那一天，他也在场。他在现场吗？哎呦，他们那个什么狗屁的平城四少，在那儿聚会。不过当时呢，一伟没在那个房间，他跑到大厅跳舞去了。这不是后来黄思海他们为了个女人动起手，出了人命吗？我是真的为我这个孩子担心呐，我恨不得把他绑在家里边，别让他出去惹事儿。你还抱怨上了。那我儿子十年都不跟我说话了，改姓了，不随我姓了，你说咱俩谁倒霉啊？哎，这个郑瑞不是偷偷给你提供情报了吗？啊，就你们父子这个关系而言，这是非常大的进步啊。是，虽然是公事公办的样子，但毕竟有交流了。我当时也没想到他能给我塞纸条，可能是不愿意跟我多说话。或者是因为后面还跟着那个玉珍科的李科长，不想让人听见。他知道跟你汇报才能起到最大的作用，但是他又不认你这个爹。哎呀，可能这辈子他都很难能原谅我吧。老战友啊，咱们俩一块并肩战斗过，你给过我很多帮助，现在我又得让你拖我一把了。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啊，你说我给过你很大帮助，其实都是我心甘情愿的。啊，我党的干部有腐败的，有不积极进步的，有不作为的，有不讲道德的，但那都是极少数。我看到像你这样的干部能够进步，我打心眼里高兴，我就觉得前途是光明的。我现在的任务主要有两件事，一件事就是930谋杀案。中广军的案子，我相信何书国已经跟你汇报过我的推理了吧。第二，就是黄四海的案子，当然这个案子会牵扯到张一维的事情，这个肯定是密不可分的。现在看，沈广军这个案子反而倒简单了，啊，因为他跟我个人没有什么关系，一切公事公办，揭示到事实真相就行了。但是。黄四海这个案子一定要引起重视。如果这个黄四海他真是故意杀人，如果他是靠假立功来减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一定有我们内部人员的配合和帮忙，否则的话他不可能被判这么轻。这个案子就像是潜在深海里的鲸群，稍微动一动就会引发地动山摇，所以也就更加考验我们的智慧啊。是啊，官二代张一伟，富二代黄四海，还有那个胡雪娥普通群众的儿子沈广军，都在其中，错综复杂。如果把他们的案子都能查清的话，那我们就真正实现了人民的正义。老战友啊，感谢你的支持。有你在，我这心里就有底了，知道吗？你知道的，我这个人越是难的事儿，我越是兴奋，越是斗志昂扬啊！我这辈子只要我想这事儿，也不能这么说，也有我天天想却无能为力的。知道，我知道。老战友啊，叶爱人这位烈被害，就没查到有价值的线索吗？线索很多，但没有一条线索
是指向真凶的。这查来查去，查到最后，发现好像就没有凶手，好像就是一桩意外。说实话啊，就这件事儿，真的让我觉得有点灰心。十年过去了，时间太长，太难了。再难也要查呀，查不出来也要查。这是我这辈子的任务，查不出来，我就没有脸下去见陈美丽。聊什么呢？闲聊两句，等你呢。哦，哎，领导，那个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好，走吧，今天辛苦你了啊。应该的，那我先走了，明天见。好，明天见。嗯。休息吧。好。